给大家送钩针，活动半个小时啊，半个小时以后活动就结束了。蓝宝宝浅蓝、湖蓝、蔚蓝，爽的浅黄色都可以勾。六个月起针30针到32针，六个月。羽肤毛有样品吧？身边没有，你估计得去我主页里面看，主页里面有图片。没有棒针，直播间没有棒针，都是钩针，姐姐啊。勾完之后，我们再勾一个起立针。好，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在第41针这位置挑起最外侧，然后把这个线带过来。你看啊，钩针上两个线圈，我们绕线，把这个线带过来，短针。这是我们勾的第二排的第一针啊，这个线特别软糯，姐妹们，就是你现在去拍一号车浅黄色和主播爽这个线一样啊，都这么软。没有拍的姐妹拼手速，帽子一团，围巾两团啊，一整套的姐妹就拍三团，把线带过来哦，穿过这三个线圈，两个月起针30针到32针。哎，帽子一个线，围巾两个线，钩针有送姐妹们啊，爽的钩针5毫米，拍线送钩针。赶快拍哟！待会儿我们把钩针送完，你就得自己买钩针喽。想要特别软糯的线，姐妹们就拍一号车线。你现在拍浅黄色和主播爽这个一样软糯啊。两个月起针30针到32针，钩针绕线啊，带过这三个线圈。两周岁起个多少针？35针。有钩针有钩针，成人帽顶留7针。拍线的姐妹有钩针啊，挑针挑起最外侧。你看啊，绕线带过这三个线圈，勾的就是前面这款帽子，叫做桔梗花。如果你想勾一整套，姐姐就拍三团，一个帽子一个围巾拍三团啊。爽勾的颜色就是浅黄，一号车的04号啊，男宝、女宝、成人这个颜色都可以用。6岁起针36到38，有教程啊，铃声赶快拍，有教程哦。挑针挑起最外侧，把线带过来。钩针绕线哦，带过这三个线圈，帽子一团，围巾两团啊，一整套的家人们就拍三个线哦，穿过这三个线圈，挑针挑起最外侧，成人起41针，一团线18.9块哦，挑起最外侧，把线带过来，穿过这三个线圈，一团线是4两。6731一号链接，一团线是4两。樱花帽用什么线勾？用一号车线勾啊，用8股旗儿棉勾樱花帽好看。一团线18.9块，姐姐，点开一号链接去拍啊，18.9块。5岁起针36针到38针，成人起41针，然后给它勾23排。这个什么线？8股旗儿棉。把线带过来，穿过这三个线圈，你看啊，挑针挑起最外侧。钩针绕线啊，带过这三个线圈。我现在勾的是成人款的帽子，我现在勾的是成人款的帽子哈，带过这三个线圈。对呀，这个颜色勾成人款的帽子勾出来也特别好看哦，浅黄色，很嫩很嫩的一个颜色。6个月的话，一桶，6个月你拍2桶线，可以勾一个帽子一个围巾儿。花开富贵。拍2团线可以勾一个帽子一个围巾啊，因为今天直播间有活动，2团线再给大家送2个标。程姐，你用一号车线去勾，你不是勾樱花帽吗？你拍一号车线去勾啊。我刚才回答你了，可能你没听到。10岁的男孩子啊，浅蓝色、湖蓝色、蔚蓝色，这是什么线呀？这个是8股旗儿棉。成人给他勾多少排？23排。缝合我们主页里面有缝合的教程哈，有缝合的教程。这个线是一号车的线，8股情人棉，桔梗花你就拍一号车的线勾。